事儿不是我干的，我没法分析这事儿。好，还是我来替你回答。930谋杀案的背景是，沈广军得知孩子被拐卖，开车去找，来到小树林，发生凶杀案。娘娘。娘娘，娘娘，同志，啊！沈广军强调，他只是在找孩子的过程中发现徐大发被杀，他害怕了，逃跑了，孩子也不找了。但是这一点没有被法庭采信，法庭最终确定沈广军来到小树林谋杀了徐大发，证据确凿，包括凶器上沈广军的指纹已经不容置疑。有什么不对吗？田队，这个冯所长刚才说的这些，这都是公安提供的证据吧？不错，是我们负责侦破的。难怪这么牛。涉及到你弟弟的性命，你居然无动于衷，就想着跟我们置气，是不是？没有，没有置气。既然你们不配合，那咱们就换一种思路，不说徐大发了。罗，你来说说你在审讯沈广军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提到苗苗在哪儿？在之前对沈广军的整个的审理过程中，他从来没有提过苗苗在树林里，他一直坚持自己是去树林里找孩子，但是没有找到。却看到了被害的徐大发，但现在看来，他应该是刻意误导警方，故意不让人找到苗苗的尸体。沈广顺，苗苗的死跟沈广军应该脱不了干系。刚才冯组长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逻辑就是，无论沈广军是不是杀害徐大发的凶手，他都不应该隐瞒苗苗的死，更不可能把他埋在树下，除非。除非一种情况。什么情况？除非沈广军和苗苗之间有事情，这种事情的可怕程度甚至超过了谋杀徐大发，所以沈广军宁愿背着谋杀罪被判死缓，也绝不交代跟苗苗之间的相关事情来作为证据来证明他没有杀徐大发。这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一直寄希望我们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下来硬破930谋杀案。其实他只要能说出他跟苗苗之间的事儿，有可能很容易就证明在930谋杀案当中他是无辜的。但是，他跟苗苗的死就脱不了关系了。我的推断是有依据的，综合沈广军在监狱中的表现，尤其是强烈的申诉，他一直不承认自己杀人。也对立功和积分减刑等丝毫不感兴趣，即使在被判死缓的情况下，还不惜诬陷管教干部，自伤身体，制造假象，甚至冒着加刑被判死刑的危险，也一直在表达自己的冤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有理由相信沈广军真的没杀徐大发。徐大发的谋杀者另有其人。既然有另有其人，你又分析得挺好，你们现在应该出去抓那个凶手。我们一定会抓住凶手，这个不劳你操心，那是下一步的事情。现在我感兴趣的是，沈广军和苗苗之间究竟有什么秘密，让你们俩这样讳莫如深的来隐藏，目的何在？我再说的直白一点，我认为沈广军到小树林有比谋杀徐大发更令人无法启齿的秘密，所以沈广军宁愿背着谋杀罪也不愿意说出这件事情。你们俩一直都知道，一直在默契地帮他隐瞒，这也是930谋杀案一直查不到真相的原因。你们一起在欺骗胡雪娥，让老人家蒙在鼓里，天天找政府喊冤，这个冤情是你们三个人自己制造的。
出啥事儿啊？里边闹什么妖呢？是不是房子要塌了呀？这个宋老板一直都不太正常，啊、是吗？啊，他那前婆婆胡雪娥天天上访，还有他那个前夫，更是个吃人的主，这家人谁惹得起呀、啊？这出事了，他也不能不管，不是？来，咱再去上去敲门，看看里边到底什么事儿。各位街坊，各位街坊，这里面啊，公安机关在办案子呢，啊，没什么事儿，大家咱们散了吧，散了吧，啊。你说公安机关在里边办案，为什么里边那么大动静啊？就是啊，对呀、啊，这里面估计是有人反抗，或者是动起手来了，但没什么大事儿啊，大家放心，好吧，各位街坊啊，动什么了？没有没有没有，咱们差不多散了吧。哎哎哎，散了，你们在这儿。没什么用啊，散了吧，大家伙，好吧。你跟我老婆子说说，沈广军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儿？比杀了徐大发还厉害。一切都是推测，合理推测。他们兄弟两个，还有宋立民，知道真相，只是瞒着你而已。是真的，他说的是真的，是吗？你个畜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儿子？我！好啊，你早就知道苗苗没了，你还装着到处去找她，为什么？啊！你不让我动那60万房钱，就是因为广军没法救，是吗？沈局长，这些事儿到此为止，就到这儿行不行？不行。我还活着呢，啊，这个家我还做得了主呢。张书记说的对，得讲正义呀，啊，家庭都没正义，还讲什么社会的正义、人民的正义呀？我佩服张书记，他把自己儿子都送监狱里去了，我也能做到。今天你当着大家的面都说啊，不管多难以启齿的事儿，你都给我说清楚。你就当你养了个哑巴。哑巴？你不是哑巴。妈妈，
您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吧。大婶，沈广顺已经送进手术室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很快就能出来。您先在会议室休息一会儿，等他手术做完，我过来叫您。我死不了。您身体也不太好，您先坐一会儿吧。我要是坐下去，我怕我站不起来了。继续查案子，查案子。沈广顺刚送进去，他现在不能说话，况且他也不愿意配合，这案子现在审不了。审不了他，可以审别人呢。宋立敏，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朗了。其实刚才我们就想问，你和沈广顺到底是怎么知道苗苗已经没有的？媳妇儿，老话说，千年修得同船渡。咱们有缘，婆媳一场。我现在就想说一句话，咱们得好好配合人家查案子，咱不能在里头搅和，咱也不能说知道什么不说什么。张冠李戴，我不能说。我要说了，沈广顺会杀了我的。那你不怕我杀了你啊？你们别再逼我了，我说了有什么作用啊？也救不了苗苗了，还会害了沈广俊。别再逼我了，媳妇儿，你看见了，妈这两年是上窜下跳。你以为我光是为广军呐？我是想查一查到底真相是什么。咱不能什么都冤了人家好人呐！啊，人家在那调查，人家为咱们家的事儿，大婶，你得配合呀。大婶，大婶，别太激动，您身体不好，先冷静冷静好吧？这样，您跟我先出去，好不好？咱知道什么得说呀。婶儿啊，其实我有办法可以让宋立敏开口，但是需要你的帮忙。帮啥忙啊？您那个手机里面有苗苗的照片和视频吗？有啊，都是他的。那能借我用一下吗？干啥用啊？大婶，甭问，也甭管，相信我好吗？我信你，从打你扮成个骗子来骗我。到后来你为我们广军做的那些事儿，我看出来了，你是一个有能力的好检察官。可是我这个广顺，沈广顺对我有一些误解，我爱人的车祸跟他有一点点关联，他总以为我会拿这件事情来整他。不会呀，你不是那种人呐，这我看出来了。你爱人死得多惨，十年了，搁谁都放弃了，搁你没有啊？你还在这查，查真相，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是一个较真儿的人，不光给自己家人较真儿，替我们老百姓也较真儿啊。哎，我这大糊涂孩子，他。还拼命掩盖那些跟你有关的事实，这对你太不公平了。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你。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到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你和你的家人没有义务，没有义务给我道歉，也没有义务帮我，都不用道歉，没有任何义务，没有义务的。冯组长，你说出这些话，我佩服你。拿去。我信得过你，大婶，谢谢。这张照片是经我们技术支队鉴定过的。虽然我很抱歉，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亚麻塞被装进编织袋埋到地下的时候还没有真正的死亡，他在死前经过了激烈的挣扎，所以手指头才会扣进编织袋的缝隙里。
是沈广军杀了我的女儿，是沈广军这个畜生杀了我的女儿。他找不着媳妇儿，他就欺负苗苗。这个混蛋就是他杀了我的女儿，就是他杀了我的女儿。他们全家都该死，是沈广军这个混蛋他害死了我的女儿。你不相信是吗？我带你去看。沈广军的手机，好久没打开了。有充电宝吗？就这个。这手机没密码。是干什么呀？他没说广军是救苗苗呢。你这是还没看够呢。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把这个视频拿出来吗？我就知道你说这个，你儿子找不着媳妇儿，你处处惯着他。你忘了苗苗4岁的时候他为他干了什么？你都忘了是吗？哎，他媳妇儿，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广军是他叔叔，白把他尿怎么了？他才4岁呀。行，他是你儿子，你心疼他。但苗苗也是我闺女，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也心疼啊。你儿子好歹还活着呢，我闺女没了。我不拿出这个来，是看在广顺的面子上，我想让你多活几年。看你现在胡搅蛮缠这个样儿，你就该死，你早该死。安静。你，安静。这视频谁拍的？视频谁拍的？视频谁拍的？我哪知道？如果徐大发被害，沈广军和苗苗都是这个视频里面的当事人，那我请问一下，这个视频是谁拍的？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徐大发看到了沈广军猥亵苗苗，然后被沈广军发现，给杀了。有这个可能，但是这个可能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如果是沈广军发现徐大发拍摄视频杀人灭口，那之后呢？他应该把这手机拿走啊，毁灭证据啊。这个手机是沈广军的，徐大发怎么可能用沈广军的手机来拍摄沈广军猥亵苗苗的视频呢？除非是沈广军变态故意让徐大发拍。那不可能，现场肯定有另外一个人。没错，只有这一个答案。那我们继续分析下去，这个手机怎么会在宋黎民你这儿？他为什么不在沈广军的手里，或者是我们专案组人手里？沈广军当时说他的手机丢了，他因为看到死亡的徐大发过于紧张，所以根本就不知道手机丢在哪儿。好，那宋黎民，我有问题要问你。
这个手机怎么就在你手里？寄给我的。寄给你的？谁？不知道。苗苗出事之后，我们印了好多虚拟启事到处发，上面有我俩的电话和我店的地址。有一天我回来就收到一个邮件，打开就看见这个手机了。有寄件人的地址吗？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手机寄给你？可能是好心人吧。不见得是好心。给你手机这个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你能看到这个手机里面沈广军疑似猥亵苗苗的视频。因为这个手机里面除了这段视频，其他的都删除了。刚才大婶说的对，这个短短的视频并不能认定沈广军真的猥亵苗苗，因为整个过程苗苗一直躺着一动没动。如果沈广军真的要猥亵苗苗或者有性侵的目的，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动作是什么？要把苗苗的裤子脱掉。可是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并没有这个重要的动作，那就说明沈广军猥亵苗苗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沈广军真的想猥亵苗苗，那拍摄的人应该等到他有真正的性侵行为的时候再拍啊。可是我们看到了并没有，那很可能说明这个过程就真的没有，这只是掐头去尾的一段故意让人引起误会的视频。那他为什么让我看这个？为了把沈广军打入十八重地狱，永世不得翻身。这个人首先设置了陷阱，让沈广军背上了谋杀徐大发的罪名。很可能就是这个人先杀了徐大发，然后把沈广军叫到小树林的，然后再用手机拍下沈广军疑似猥亵苗苗的视频，目的就是将来一旦有人替沈广军洗清罪名的话，那么宋立敏和沈广顺也绝对不会放过沈广军，因为他们会认为是沈广军猥亵并且杀了他们的女儿苗苗。这件事儿对于沈广军来说比谋杀徐大发更可怕。不过这里边还存在一个问题啊，即使小树林里有第四个人，那他要拍视频的话应该是用自己手机拍的，那这段视频为什么会在沈广军的手机里？很好，老边，这个问题很好，我看问题就喜欢研究细节。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再来看一下这段视频啊，大家仔细看，看到没有？这个是什么？我现在把它放大。这个这是什么？大拇指。没错，那这说明什么？这是翻拍的其他的手机。对，这就证明了刚才我的分析，这个视频很可能就是有人掐头去尾别有用心的一段视频。冯组长，你处处替沈广军说话，那我就要问你了，既然他没对苗苗做那样的事情，他为什么不告诉你？为什么一直都不说出来，要隐瞒这个事实？很好，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快就会从沈广军那儿找到。但是通过这些线索，我认为沈广军谋杀徐大发猥亵苗苗都证据不足，需要找到新的证据。所以宋立敏还有沈广顺，你们啊可以暂时不用对沈广军有那么多的深仇大恨了，他也许还是你的小叔子。还有大婶，你也可以放心，沈广军这两个可怕的罪名也许很快就可以洗清，我们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找到第四个人。大婶，你先坐。这第四个人就是给宋立敏手机的人，我们一直找不到
徐大发和沈广军之间的第三个人，所以在现有的证据情况下才认定沈广军是杀人凶手。但是这个手机的出现可以改变我们的认定。930谋杀案的现场除了沈广军、徐大发、苗苗之外还有第四个人。好了，现在一切开始明朗。首先要把这个交给技术支队鉴定这个视频的真伪，如果我们技术支队鉴定不了，那就送到北京去鉴定。其次要通过这个手机来找到沈广军的社交记录，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如果有新的发现，我们再根据这些线索来重审沈广军，来找到真凶。好了，妹妹，现在这接力棒交给你了，我们可以松口气了。小罗、王鹏这两天都累坏了，先放个假放松一下，下一步等你通知。放心，下面看我们的。老婆，先走了啊。哎，好，走。冯组长，你现在就去审沈广军吗？怎么了？你有什么新线索吗？哦，没有，我是想让你帮我带句话。要是他对苗苗没那样的话，那就是我错怪他了，我对不起他。我应该早点把手机拿出来，耽误你们破案了。你这手机要是早拿出来，这案子编的早就破了。也就是你能看出手机里的线索。哎，千万别这么说，编队他们破的大案、要案、疑难案太多了。你什么时候去审沈广军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等那个手机鉴定出结果，根据那个结果，我们再重审沈广军。还能鉴定出什么结果？那手机就一段视频，什么也没有了。你怎么不马上去审沈广军呢？你怎么这么关心审案时间啊？是还有什么问题要说吗？没有，我就想早点知道真相。我们也想尽早的知道真相。我总觉得这个宋丽敏心里有事儿没说。一定。那接下来，咱去哪儿放松啊？咱们去蹦极吧，又解压又放松。那去密室逃脱吧。没意思，去真人 CS 吧。那跳伞去吧。就冲浪。小样儿，是准备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啊？姐，是不是男朋友查岗了？对，所以我不按了，我得走了。那您不按了，这钱没事，他付。哦，好嘞，谢谢。啊，没事，您慢走啊。师傅，我们上高速去城州。好嘞，请您系好安全带。我男朋友偷偷去城州给我惊喜，咱们别让他白跑了，开快点。哎呦，你这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我俩还没结婚呢。那你可找对人了，如今的男人啊，很难有这么细心的了。借您吉言了。
喂，欣然。喂，亲爱的，你在哪儿呢？我在律所附近的一家酒店，正要准备开会呢。哦，律所边上开会，我今天有可能要过去，要不咱俩约着吃晚饭吧？今天可能不行，因为一会儿我们要讨论陈律师那个经济案，标价5亿大事件，我不能分神啊。行吧，我知道了，那你先忙吧，晚上再说，再见。美女，想开点，现在吧，一般的男人哪个不撒谎？为了顾全大局，您就忍忍吧。啊，我可不是一般女人。邓律师来了吗？您是哪位？和邓律师什么关系？我是他的助理，陪他一起来开会的。没听说邓律师带助理。大哥，有些关系方便说那么明吗？啊，明白了明白了。来，我给您盖个戳。哦。对不起。把您盖戳的手伸出来，我们检查一下。哦。您凭这张卡片进入会议室的门，也可以在出来的时候用它换手机。好，谢谢。你好。你好。会场在里面吗？里面就是。啊。稍等，请您登一下镜。好。里面请。各位战友，很高兴又与大家相聚在这儿。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制定的计划正在顺利地推进。上次吕文瑞在三丰派出所坐实了张一伟的故意伤害罪，非常的成功，老板非常的满意。但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来了。据可靠的消息，冯森这个剑走偏锋的检察官张有成的秘密武器，提出了黄四海过失杀人的最新证据。大家可以看看这两张照片，冯森认为黄少在上面处于不同的时期，是两个不同的动作，但照片背景的这只小狗和小狗嘴里掉出来的面包的位置是完全没有变化的。我不得不承认，冯森看问题的角度非常的刁，他指出这个视频的漏洞完全可以证明这个视频是造假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解决视频造假导致的问题。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张一伟的问题。大家一定会说，张一伟不是进监狱了吗？他为什么还有问题呢？他的父亲张有成，张有成身边的人，从张一伟到郑双雪再到熊少峰，都不同程度上付出了代价，但张有成并没有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做出小小的妥协。另外，本来答应好的把冯森调离成州去省检察院去上班，也因为930杀人案有了最新的进展，他继续留在了成州。在座的各位啊，都是我的朋友，有我的亲人，有我的合伙人，还有我们这个项目的合伙人，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达到我们自己想要的目的。你再回头说说张一伟的问题。张一伟这个人啊，是有人性的弱点的。他现在有一个女朋友，就是网络作家乔毅。对这个人呢，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方案进行重点打击，主要是利用抄袭进行炒作。乔毅受到了这样的遭遇，很快就会传到监狱里面。张一伟这个人非常恨他的父亲，
他在乎的人只有母亲郑双雪和女朋友乔伊。乔伊受到了这样的伤害，他在监狱的情绪会非常的不稳定。这个时候，我们在和无双集团做一些大生意。他不是新能源吗？国家对新能源的补贴不如从前，无双集团甚至可能会被取消补贴。这个时候，我们再让喜油网和无双集团进行一系列看似极其有前途的合作，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以上的这些方案，在近期会一个一个的实施。实施这些方案的结果，就必然会给张一伟、郑双雪和乔毅造成影响。那我们的张有成张大书记，就走上了一条三难的绝路。那为了鼓舞士气，我提前公布一个好消息，喜油网董事会目前已经做出决策，出资10亿成立一个全球范围内全新的包括审计和法务方面的公司，在座的各位都将是这家公司的原始股东和合伙人。你还当我是你合伙人吗？你背着我以事务所的名义在这儿搞闭门酒会，你还知道我是你合伙人吗？你背着事务所的各位合伙人到底在外面搞了多少事儿？唐氏，这件事情是我负责的，和大家没关系。你负得了责吗？你知道外面都怎么说你吗？你把律师的职业道德和律所的生意全都毁了。我说这位也太不给邓律师面子了。是啊，一看就是要开撕的节奏啊，这是。唐氏，我觉得我们这样很难看，你介意不说话？来，有事儿在这儿慢慢说，在这儿好好说。你不要以为这几年你给律所赚了些钱，就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什么意思啊？大庭广众撕破脸是吗？好啊，我陪着你啊。有多少回迎着怀疑的目光，懵懂选择梦开始的地方，有多少回抬头仰望着天空，默默忍受假装低头坚强。当命运嘲弄被所有困难抵挡，迷失的方向拼尽了所有的力量，像一道光刹那间抓住这辉煌，追寻着你的方向，燃烧我所有的力量，像一道光刹那间抓天天